摩多龙，对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蜥蜴，最大的蜥蜴，对，最大可以到多少？它可以长到310公分长。来自印尼的科莫多龙平均有3公尺长，体重比两位成年男子加起来还要重哦。你的第一关就是要去喂饱它，感觉好像哦，活化石就在你眼前一样哦，就恐怖哎，恐怖哦。啊，我要怎么喂它？你就把那个东西丢到它前面给它，丢到它前面。对，哦，可以靠多近？你尽量就看你自己保持你的距离。哎，它有吐舌头哎。对，吐舌头它在找寻食物啊。你这样喂吼，可是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因为科莫多龙它本身的唾液有很强的毒性在。小蜜，你毒药，毒药，毒药，所以要给它有安全距离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说你不要太有把握靠它太近哦，只要食物可以到它的嘴巴就可以了。哦，它自己会慢慢去吃它，因为。它那个毒性厉害在什么地方？它的毒性可以把你的身体的这个神经慢慢麻痹掉，哈，到后来就死亡。啊，看不出来耶，看它这样长得蛮温馨的，其实是很角色。天哪，越来越过来了耶。对啊，吃东西啊，它现在有东西吃，你不要怕它，它对你就比较没有兴趣。叫我要摸它，要摸龙啦。我摸到了，那感觉好粗哦，感觉像摸鳄鱼一样。啊，好了，咦，很好，来，咦，很好，就好，再一次就好，来，很好，阿布这边来，来，看上面这里，来看圈圈，来，咦，很好，哎，很好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很好，来，哎，好棒哦，好，来，接下来要不要换一下更高难度的？什么？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当我的项链还差不多，你要跳一只猴子，怎么可能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，哼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一次就好了。好，好，来，阿浩，来，咦，哇，来，再来，准备再来一次，来，阿浩，来，咦，哇，好，好棒，它整个皮肤是从我的这边毛这样子刷过去，哎，是啊，几乎已经没有空间了。对啊，恭喜你，耶！